敬你们，谢谢。八爪鱼准备好，牙齿呢？这个牙齿，八爪鱼不需要怎么清理啊，中间有个小牙齿，可以去，可以不用去，都可以哈。一个小黑的，把这个黑的直接，哎，看到吧？嗯。 起锅烧油，放葱姜蒜，然后来点蚝油，不对，来点那个豆瓣酱啊，对，然后下入八爪鱼，哇塞，我现在已经流口水了，放入凉拌酱油，放入。 料酒，放点蚝油，再放一点水哈，然后敬请期待，下是不是应该就可以吃了啊？爆头熟了，有没有食欲？来上一点青红辣椒，点缀一下啊！哇塞，太有食欲了，简直！ 做一个海螺，把它拿回来的海螺刷洗一下，刷洗干净啊，倒入凉水，放入姜片，放一点料酒，啊，这样煮熟了可以出锅了啊，15分钟差不多啊，好，开喽，肉取出来了啊。 黄能不能断？哦，来点小蘸料，快吃。